Countries in the world, Asia. The World Map Guessing Game. 世界地理知识王第一集，看图猜国家，亚洲篇。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来到菠萝英文频道。今天，菠萝要用轻松有趣的方式，带大家认识15个亚洲的国家。接下来，菠萝要一边考你的地理知识，一边带你认识15个国家哟。我们先来看一下游戏规则。A picture from a country will be presented. 每一道题目将展示一张来自某个国家的图片。If you know the name of the country, say it to get 1 point. 如果你知道该国家或地区的名称，请说出来并能获得一分。You get 1 point for each right answer. 每个正确答案可得一分。每题会给大家5秒钟的时间作答。让我们来看一下怎么玩。举例来说，左手边菠萝会放一张该国家的著名景点照片，右手边则会标示出该国家的地理位置。请大家依照这两个提示来猜猜看这是什么国家。在公布答案时，左手边会放3张来自该国家的图片，右手边则是该国家的国旗、国家名、首都名，以及该国家最著名的旅游景点。Are you ready to play? 这样你知道怎么玩了吗？你准备好了吗？一起跟菠萝认识各国家的名称以及首都用英文怎么说？第一题应该难不倒你。富士山是在哪一个国家？答案是日本 Japan 首都是东京 Tokyo 著名景点富士山 Mount Fuji 第二题一定也能轻松猜到答案是南韩Korea 首都是首尔 Seoul 著名景点乐天世界塔 Lotte World Tower 第三题美丽的万里长城是在哪一个国家正确答案是中国China 首都是北京 Beijing 著名景点万里长城 Great Wall 第四题看到鱼尾狮你会想到什么国家答案是新加坡 Singapore首都是新加坡市中心 Downtown Core 著名景点鱼尾狮 Merlion 第五题看到这个标志性的建筑物你会想到哪个国家答案是马来西亚 Malaysia 首都吉隆坡 Kuala Lumpur 著名景点吉隆坡国游双峰塔 Petronas Twin Towers 第六题圣婴大教堂在哪个国家呢不知道的话可以看一下右手边的地图猜猜看正确答案是菲律宾 Philippines 首都在马尼拉 Manila 著名景点圣婴大教堂 Santo Niño Church
接下来的题目越来越难猜咯。第七题，白龙寺究竟在哪个国家呢？答案是泰国 Thailand， 首都在曼谷 Bangkok， 著名景点白龙寺 Wat Rong Khun。 第八题，大家知道金桥在哪个国家呢？答案是越南 Vietnam，首都在河内 Hanoi， 著名景点金桥 Golden Hand Bridge。 以上这些国家你去过几个呢？第九题，婆罗浮屠在哪个国家？正确答案是印尼Indonesia， 首都在雅加达 Jakarta， 著名景点婆罗浮屠 Borobudur。 第十题，美丽的泰姬玛哈林究竟在哪个国家呢？答案是印度India， 首都在新德里 New Delhi， 著名景点泰姬玛哈林 Taj Mahal。 第十一题比较特别，在哪个国家会常常看到水上飞机呢？答案是马尔蒂夫 Maldives，首都在马列市 Malay， 著名景点古老清真寺 Hakura Miski。 第十二题，速度坡在哪一个国家？答案是尼泊尔 Nepal，首都在加德满都 Kathmandu， 著名景点速度坡 Buddha Stupa。 最后这几题比较难，答对的同学真的超棒的。第十三题，八一杰列克观景塔在哪一个国家？正确答案是哈萨克 Kazakhstan， 首都在阿斯塔纳 Astana， 著名景点八一杰列克观景塔 Baderek。 第十四题，大家知不知道多尔玛巴切清真寺在哪个国家？答案是土耳其 Turkey， 首都在安卡拉 Ankara， 著名景点多尔玛巴切清真寺 Dolmabahce Mosque。 最后一题，大家看到先知寺会想到什么国家？答案是沙烏地阿拉伯 Saudi Arabia， 首都在利雅得 Riyadh， 著名景点先知寺 Prophet's Mosque。 Did you guess all 15 countries？ 总共15题，你答对了几题呢？你有去过哪几个国家旅行呢？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菠萝。以上就是本集影片的内容，喜欢的话帮菠萝点赞分享，
之后菠萝将会陆续推出其他四大洲的影片。想要继续挑战世界地理知识王的观众们，千万不要错过咯。Thanks for watching. 谢谢大家的收看。See you next time. 我们下次见。